大家好，我是 Rabby。今天呢，人来到了云林，要做一个小小的 vlog。我其实并没有任何来云林的印象，所以提早来一天，然后做一个小小的轻旅行了。目前天气很好，但最近都一直有雷雨，所以也不确定等等的天气会如何。但是起码一大早的天气是我蛮喜欢的。那就来看看我今天会去跑哪些行程吧。欸，太扯了啦！这个早午餐看起来太好吃了。之后呢，要来走走，离吃饭的地方没有很远的地方，嗯吧吧。而且这边的话，公车站超可爱，都是好，儿童乐园的话，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在找云林有哪里好去，然后就莫名其妙看到了这个妈妈儿童乐园，觉得很可爱，所以想要进去走走。哦。蛮可爱的，所有东西都是跟鹅有关。哦，做的很像一个山坡，想到的是什么？天线宝宝，天线宝宝，说你好。哎呦，拍你们就不讲话了。哎呦呦呦，啊，好啦好啦。叫声有个好笑，除了一般白白的鹅之外，还有其他品种哎，真的是可爱动物哎。哦，它就是一圈的可爱动物区，其他游乐设施会是要给小朋友玩的，但我已经是成熟的大人了，我是没有要淌这个浑水。玩游戏不适合我们，我们是熟女哎，我们是熟女哎，对不对？不要瞎掰好吗？速速的逛完了鹅妈妈车，我们去下一站吧。我来到是古坑的绿色隧道。此时的女人还不知道前方等待她的是多么大的危机。它最主要就是两边高高的树木。然后可以从中间直接穿越过去。另外，它旁边像会有一些车的地方。其实绿色古道的假日啊，六日会有市集。跟大家致歉一下，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是个白痴，请不要认同，请不要认同。只有我可以自己说自己是笨蛋或白痴，你们不行，你们爱我。反正就是前面我是第一次用相机拍 vlog 系列，然后还没有养成非常多的好习惯，所以呢，我在吃早午餐那一 part 的时候，我明明就有拍一个开场，结果我刚刚到了鹅妈妈那边的时候才发现我没有拍到，我只拍了一个大概一秒的白痴画面，就像这样。哎，对，是不是白痴画面？哦，很烦呢，我还想说逮就不逮死，是不是出 trouble 了？出事了，阿贝。刚刚很热心、很热心的计程车大姐，就姐姐有跟我说，如果再往前面一点走的话，会有一个粉红城堡，也蛮值得去的。所以我们就边走边看吧。啊，这里的水好清澈哦，嘻嘻。好多嘻嘻，趁没车的时候下来走一下。哇，很漂亮哎，美美的，慢慢的，喜欢。
找到它了，有够远。我大概是离开绿色古道之后，又走了将近要15分钟才遇到它，而且很夸张，我都走到斗南了。孩子跟我说在右边，很近很近。哇，走了8辈子，远远的看它了。叮叮，就是它，我走到斗南了。哎呀呀，因为我下一站是想要去斗南的顺安宫，因为斗南顺安宫好像在云林这边很有名，然后它又离就是斗六没有很远，一定是就是搭车15分钟内一定会搞定的一个距离的。但我没想到，我竟然在安排行程上呢，确确实实忘记了很郊区这件事情，所以导致。我看我能走到哪里了，碎啦！从斗南镇要走到斗南市区了，这个牌子。然后我必须讲一件事情，玉林郊区的狗狗都好凶哦。我刚刚路过的时候，一直有狗要冲出来，啊，要不是主人在，我就已经被咬了。不要这么凶，我只是路过。我长得这么像善类，还是我好吃？不好吃哦，太可怕了。这个斗南市区我看了好几次，终于剩4公里了。啊，我还是叫不到车。大家，我走不下去了，我就停在刚刚我拍那个剩4公里的路标这边。为什么我走不下去呢？因为前面有一个废弃的工厂，里面的狗狗好凶，我不敢走过去。我走过去，他们就开始吠，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窜出来咬我，所以我就找遍了。就是 Google 赶快看有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叫车，很顺利叫到了。我原本以为我可以走到顺安宫的，可惜了，太可怕了，狗狗，我屈服于他们了。终于经过千辛万苦来到斗南最著名的妈祖庙了，所以斗南顺安宫呢又称斗南妈祖庙哦。元公庙于1736年乾隆元年成立，恭请梅州圣二妈渡海来台侍奉，中间经历日治时期推行皇民化运动，斗六社开始推行毁庙烧神像，顺安宫也成为被破坏之一的庙宇。来到民国时期恢复宗教自由，才又将顺安宫复建兴起，才有了现在这庄严的顺安宫。每次来到宫庙，都会怀抱着感恩之心啊！因为有前人的努力呢，才能让我们现在拥有这么庄严的宫庙，并且把我们的文化保留下来哦。来到了第二天，为什么第一天没有一个结尾呢？因为云林的轻旅行变得有点不太轻松的一个旅行哈，所以呢，我回到饭店之后就赶紧吃晚餐，然后当了一下云林王路的狗狗，然后就睡觉。反正这一次来云林的一个轻旅行，除了第一天就是好好感受云林的气息之外呢，其实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要参与今天还有明天的一个云林电竞派对的活动了。那为什么昨天会觉得一定去踏上顺安宫这个地方呢？其实在前面6月的时候也有在云林的宫庙做一个电竞的巡回比赛，那顺安宫的话也有在其中之一，那我就觉得云林跟在地文化还有一些比较新兴产业去做结合，我觉得相当棒。这么棒的一个活动，我怎么能不先去在地文化踏踏呢？所以才不管如何都一定要到顺安宫去，不管祈福一下这2天的活动可以顺利之外呢，也希望自己可以在这个圈子里面越来越好。那究竟今天还有明天的电竞派对会长什么样子呢？但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面他们在宫庙的一个巡回比赛的影片吧。大
家一起来一个热烈的掌声，预祝这个活动能够盛大成功，谢谢。一个天气，然后现场已经有非常非常多人已经等待着要进入这一次的云林电竞派对了。然后等等的话，会有一系列像是表演也好啊，或者是一些来自长官们的一个祝福，还有精彩的比赛。那我们就接着看下去吧。对，然后觉得县长非常的样，非常年轻有活力，所以我想要问一下说，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或灵感，可以让这一次在地文化公庙跟这个电竞比赛融合在一起呢？我想云林县哈，我们长期以来的哈啊，大概都会让很多的乡亲认为我们这个农业大县，那看起来很传统很刻板，但是呢，我们这几年来一直希望啊透过很多的活动来改变大家对我们的印象。嗯，那所以呢，这一次我们不只是用一个年轻人非常喜爱的这个电竞派对哈，那当然呢啊，每一次的活动我们都希望能够尽量把云林推销出去。嗯，是。那云林呢是一个宗教大县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宫庙都非常有特色，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活动能够融合。所以你看，我们这次的主视觉，我们就很棒吧，非常棒，对不对？很漂亮。我们就用我们哈这样的一个宫庙文化，观将手哈。可不可以借由这一次，就是县长可以好好来推广一下云林，还有哪些地方是很值得大家来的？你要看夕阳，你一定要来我们国境之西台湾海峡，对不对哈？那云林的国境之西就是面临台湾海峡，这里可以看到最漂亮的夕阳。了解了。所以呢，无论是我们从麦寮啊、台西四湖口湖呢，你大概都可以见证到美丽的海岸线。看来云林真的还有很多很多大家值得来的地方，不要再路过云林了。云林其实就是可以让大家玩得非常开心，玩得非常透彻了。谢谢县长，谢谢，谢谢。县长的话，其实周遭还有非常非常多跟云林县相关的很多企业的摆摊。第一次给别人这样画，
云林县电竞派对呢，今天活动已经结束了，我觉得非常精彩耶，很开心可以看到非六都的县市愿意办这么盛大的活动了。今天大致上都是体验比较偏就是动态的或者是艺术方面的，那明天呢，我跟你说现场的贵位还有一些是吃的啊，我明天就进攻吃的了。大家要见面啦，今天来到活动第二天，然后也是这一次的轻旅行的第三天了，活动现场依旧非常火热哦，昨天是英雄联盟比赛，今天是传说对决的现场，一样就是非常非常多的活动还有表演，昨天大部分都在玩，然后今天希望可以把就是活动内的贵位吃的都好好的来品尝一番哦。好，那我第一个话可能就是在我休息的棚叫人生，那我来看看一下他们有什么东西值得我可以买一下吃一下的，那我们就很扎实，很绵密耶！哦，不甜耶。
高的评价，每一间店都产出的项目不一样，所以等于说是一次满足不同的甜点欲望。那我们就继续感受一下我们云林县的电竞派对其他活动吧。希望这么多的厂商呢，还有这么多的政府呢，机关们都可以让我们有更多更多这样电竞相关的活动可以参加了。而且我必须说，现场真的是热闹到收获满满，不管是民众的热情啊，然后现场的活络度啊，甚至是厂商们都非常非常的好。看一下我战利品，大大们都超级有心，而且超级贴心的，然后交换了好多名片，觉得很开心，是一个非常无价的一个收获，我自己非常开心哦。那也希望之后可以有更多的电竞比赛可以让我们收看，然后甚至参加这样大型的活动。那当然也需要大家的支持了，非常开心大家可以收看到这边。那么我就要在这边小妹妹先行告退了，感谢大家收看，不要忘记订阅，给它走下去，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任何一支影片哦。那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